我辞去的三家公司的董事长的职务，仍然希望在今天公开的场合郑重的来跟大家致歉。在这里我要郑重的宣布，一，即日起关闭鼎新自由公司与正义公司两家的油厂，直到确保消费者能够安心食用。二，正义公司总经理何玉仁、鼎新自由公司总经理陈茂嘉辞任其职务。三，对消费者的权益绝对负责到底，相关的事业体完全依法处理消费者和厂商在产品下架、退货或赔偿的权益，绝对不会逃避责任，并负责到底。面对广大的消费者，尤其我们对我们钟爱的消费者排山倒海的抵制，我完全理解民众的愤怒，毕竟是我们伤害了大众的信任，我会勇敢地承担、面对、改进。我道歉，我承受大家的批评，个人也将担任台湾的食安终身志工，并承诺以小我的力量奉献心力，期盼所有消费者给我们台湾食品产业再一次站起来的机会。再次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